但程程妈妈也喜欢嘉伦。跟谁录啊？我说我跟任嘉伦录。我说喂，我妈说太喜欢任嘉伦，就喜欢看你跟那个你跟白鹿拍的那个《终生如故》，然后又看了那个现代的、那个、现代的啊，现代的古装的都看了，连续看了好几个。妈说哎呀，任嘉伦好，任嘉伦好。我们就互相在这数啊，是否有点太亲密了？你们要不要这么亲密？